声真相》，改编自中国电影《全民目击》，讲述影帝崔明植饰演的财阀，在面对丧偶之痛同时，更要为爱女洗脱凶杀嫌疑，过程激变连场，火花四溅。电影除了获得强劲口碑外，饰演女儿的李秀清更获得了第54届白赏艺术大奖最佳女配角奖项。한면서현혹되기쉬운물질을쫓다가모두잃게되는그런위기에처해있을때과연어떤선택을할수있는지처음으로자신에게있어서소중한것들을느끼는계기가됐습니다보이는것을사실이라고믿잖아요그것이사실일수는있어도진실은아닐수도있는것이고사실과진실이라는문제를다룰수있다고생각을했어요보이지않는진실들에한걸음다가가는그런짜릿함을맛보실수있을거라고생각하고요이영화를만들때느꼈던그런감성과의도를같이많이공감하실수있을거예요